代就是最新款的大冒险跟大冒险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，大冒险是要去挑战。好，你可能太贴脸，你能一分钟喝完三口水。我这边，我奶奶我没有。老板说最后先换成一样的就是。可是我没办法，不要不要看来说，他没有没有要大冒险，我说真心话呢。朋友对你好不好？原来这是一个可爱的小猫。你放这边，放这边就好了。对，那另外一半帮你放哪里？放这边。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还有吗？这是皇帝牌。爸爸是谁的？老板招待的。妈妈的是这个。那爸爸帮你拿过去，你自己吃啊，好不好？放这里好不好？这句话再给你啊，苹果要吃才会健康，剩下给你。我最喜欢喝这个。你最喜欢喝？咱们是95年生吗？65年。65年。爸爸也希望妈妈是95年生的。95年还是4岁而已吧。是啊。可以啊，我们95年结婚的，童养媳啊。小米呢？香菇放哪里？这里吗？那是可爱区。姐姐要不要吃香菇啊？妹妹，妹妹。老板拿的没关系。妹妹，你还要星巴克吗？还要，我还要星巴克。那这两个都给你。你还要喝星巴克咖啡哦？嗯，哦，好成熟哦，星巴克嘞，我是台亚城的。哦啊，那里面有黑胡椒牛排的。对茄子过敏，好，那茄子给妈妈。是会痒。拿那个卫生纸。它有的很特别的味道。是跟黑鱼卵一样啵啵啵的。对。酱，对，乌鱼子酱很。哦，妹妹吃的好丰盛。妈咪，你要沾酱油吗？要不要？一根辣椒，我们为什么这你都用手锅吗？这种乌龙面都一直是冰的，都用手锅呀。好脆哦！你有吃过呀？我都用锅。那你是要加上干红枣酱哦，稍后搭配韭菜一起用的番酱。是怎么吃啊？浓郁好吃吗？我要蘸下，蘸这出去泡汤呀！把汤拿出来，晒晒晒晒晒。炒红还要吗？蘸酱。地瓜不吃啊？咬咬咬咬！你把这只
玩那个这个这个。噔噔噔噔噔。今天他们两个人都有小熊。都有什么？对，阿飞有他那个熊熊。啊？熊熊还有啊。是啊。这是零食拿出来。下礼拜三放假。对，我觉得我们高数课也放假。你怎么知道？但我们那天应该是那天去拿眼镜的。我们钢琴课也放假。对，里面好像还有干贝哦。干贝没有味道。嗯。干贝要放这里吗？放里面。香菇呢？嗯。香菇放哪里？放里面。好。什么？什么太烫？先喝一口。吃甘特麦茶。这是今天送的，这么大只啊！它不是肚子，我是小。啊，收起来，这有乖乖看。哦。它的衣服可以拿下来。好，来，衣服回家再脱，这边会的。谁要鸡腿？妹妹，你要鸡翅，对不对？这是给你哦。来，小猫咪，小猫咪，这个牛牛肉肉好不好？妹妹，你吃煮熟鸡的。你吃鸡翅对不对？我有平常那种一块块小小的肉，切鸡胸切切。小猫咪，你要吃鸡腿啊？给你，给你。要吃下一个餐的。妈妈，我吃到很多很多的餐全部都吃完。我们预测刀刀不切不断牙齿的小霸段。吃饱了。你要哪一块？对。美味。你不难弄。妈妈。我先跟那个杨子晴让妈妈站在学校门口呀。什么东西呀、啊？杨子晴让妈妈在聊天。干嘛？跟他聊天呢、啊。他说他刚开始一个月的，一个礼拜去四次。那个嘞？现在一个礼拜有去两次，可能就已经超下了，对。他就是去那边，他只上团体课，就是不要自己这边单独课，那个帮他弄一下。你先放掉。打雷的，打雷的，嘴巴先放掉，爸爸帮你切。那就不要用牙签把它弄出来。最后那台跑步机变成爸爸在桌有人生日，爸爸在桌有人生日，时间到了。然后就说他们有去吃那间美食，妈妈这口一定很好吃。多少钱？三点。嗯。然后完全没有装饰，就是直接盘，然后装潢就很简单。啊，妈妈，你看一个眼睛挠脸，妈妈看两个眼睛挠脸。
然后他说他们最近那老公想要看那个，对对，然后他那爸爸这个屁屁好值不少多，国产。你说他把他买的，哦，我们好像有点吃不下啊。他是在用那假如生贴纸就好了，用假如生贴纸啊，假如生贴纸啊，还能贴贴，还能贴粉丝啊。爸爸都吃剩的。对啊。不用，不要喝冰。我把冰就。不要了，不要。我不要喝。好吃吗？快点吃一点啊，剩下等你的口水剩下再给他吧。你把它当大鲜奶。下次还要吃吗？下次吃一口。啊？我还记得第一名。声音都这么好。妈妈，妈妈还记得第一名。现在到年底了。妈妈，妈妈。妈妈，下午吃牛奶面包，牛奶面包第一名是杨晴轩。然后他们也不用去接新的客户啊，因为都是下一次介绍那个就做不完。那大家喝的比较好。没有，都一样。你看，都一样吗？妈妈的冷月翻面的。他放错杯冷月。对啊。我把他饼干吃掉。嗯。是选米粒可以分吃加入。爸爸妈妈对我好。我是吃爸爸的冰淇淋，爆米花我，爆米花可以加在里面吗？可以啊。嗯，你的猫包裹还没到，到台湾。爸爸今天放假？没有啊，爸爸今天上班啊。正常。后面再下一个。嗯。都过了。很骄傲。如果他。好，爸爸，爸爸喝。猫咪来这给你，刮刮乐的，发票给妈妈。刮刮乐。回去刮。我们一起刮。